莎比到这个阶段没有之前那么果断。嗯，漂亮漂亮。哦，这样都打得飞起来了。Oh, what a beautiful counter backhand. How'd she find that angle? Here, 5 game points for Ishikawa.10-10，然后这样子等于是再重新开始，对，重新开始。
现在这个时机就是很好的时机。短球，哇，这个质量更高。所以以上回头看了一下肖申教练一眼哦，对，回来执行发球。哇，比赛结束了，早田希那的正手回击挂网了，所以孙颖莎跟王曼玉是1-8。在第三个冠军点上拿下了比赛，最后也以4-2连拿四局逆转了，成为2019年世锦赛女子双打的冠军。反手撕住，好球。球，这板球其实也是伊藤操之过急了。决胜局啊，现在打到9-10，10-9，就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。这场比赛真的是看得我们又兴奋又紧张。对，跟下午南京空那场差不多。没错。所以说，小将还是在这种关键大赛场次要去立定。19，直接上手，漂亮！啊，太有魄力了，孙颖莎。算死了对手了，这板球。这两个接发球啊，其实它是承担着很大的压力，接发球的一方比发球的一方压力更大。但是比如说，它全部算。是，比赛还没有结束，接下来是来到自己的发球一次。孙颖莎发球，反手撕住，好球，漂亮！其实这个球发出来的时候，我心是紧了一下哦，质量没有发得特别高。但这个时候伊藤其实也加班。对，伊藤没有下杀板。对。这样孙颖莎连追3分，都拿到了这一盘比赛的盘点。对，不发了啊，到反手没发了。看看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发高抛。对，看看这个。还有这个拱的发球，他正手发球比较高，又回到正手位啊。漂亮！漂亮！这样12-10，小将孙颖莎在决胜局8-10落后的情况下连扳4分，终于是拿下了第二场比赛。这样中国队在今天晚上的决赛当中是2-0领先。开始。しっかりと相手を前後に動かす。ワールド全開。次ですよ。ゲームカウント。いやー、藤井。